肉的大量的被切割，肌肉的重建，加上了慢性的疼痛，会让很多人视手术为畏途。减小之后，你疼痛感下降，你除了那个感染也下降以外，你也敢大口的呼吸，复健会比较快，所以你很快就可以下手。一般日常生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我还是可以跟以前一样，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